厨房开灶，做快乐之家安老院的不起之师，因为他们一天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试吃的餐点嘛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代替他们煮，因为他们毕竟都不能出来买菜呀、买食物。然后第二样东西呢，就是我母亲，她也马上找到了，就是专业处理hospital 的医务，还有就是 COVID-19 的医务的那个 laundry services。所以呢，当就是这两件事情得到解决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就觉得我的心真的是整个安定了下来。他们真的是日常用品，包括一些防疫的那个物资都很缺乏，所以今天我们实际就安排那个防疫物资了，包括如口罩啊、防护衣啊、那个洗手液啊，包括一些我们的本草饮给他们了。慈济爱心输入，安老院难关已过，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。大爱新闻蔡迪根、刘志渊，马来西亚报道。